自调价，请 A 卡。波多台湾无结梯，敢填个字算二米。个字调价来超额 ，A 卡出马来听睇。熊甜好食紫葡萄，秋天大蓝好蔬菜。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任杰。对客家人口结束过后，各位欢喜要做的同大家见面呢。一拜，我到个人屋卡听书，对经验丰富的爱来讲啊，小个事情啦，请大家点点看我的表现。初上茶，各位吃人有一种熟络的感觉，唔到底啊，却都会妙的样的大蓝镇。一来啊，四季甜食过后，喺台湾各自重要的身体，提讲到拉唔得的李五潭水库村啊。一千斤本来上多，落下以古物起笔，秋水穷从天一色，有富光山色做盘哦，当然要来里面比加笔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任杰，今天哦，我来到国字之乡大南，大南镇啊，每天没有一样的南风，因为天的环境过好，奶油皮。空气清新，水质又好，故说种出来的果子特别的香甜。今天哦，我来请一下我做刘大哥的。哎，唐公给种的葡萄哦，连种种都好深呢。哇，刘大哥沿路开葡萄啊，在脱鲜的时间啊，绝对没见过骗人的事。安厉害的葡萄啊，我今天听出来。等一下。喂，嘿，我就是，啊，啊，哦，我随过去，好，OK，拜拜。刘大哥有危险诶，骗你的啦！刘大哥讲哦，有紧急状况发生，我应该哦去支援。好啦，唔臭你啊，我要杀杀你呢。把戏背包，继续挨个离场。夹夹啊！我要敷唔到呀，刘太哥，请我半日一啲的时间啦。强哥，你系李大姐咩？对。好，你好，我系任杰。你好。啊，你好，是安排的。没啦。哎，然后你请刘大哥阿腿天数吧嘞。天数啊？系啊。唔好天数啊。哎，我看下你悄悄嘞。系啊。我很耐操的哦。一样。啊，我其他都无闲啦，不过有个农委会。到来个教育农事体验的教育解说啊，都提侬。佮像佮当然嘞。系啊，系个伊头有咱查来啊。啊，你应该诶做得咩钱？我阿健唔晓得，大概听讲啊，伊有讲吧。下面唔晓得讲吧。哦，啊你做得起啊？还是落去钱啊？阿健唔晓得，那该搞起咯。好啊，我就动作去开副卡哦。啊来啊。系啊，跳上台后。动作去开副卡呀，够。哦，去啊去啊。鬼穷鬼莫喊呢，我这样打断那安尼好吗？你过来啊，先去上工。大哥，哎，No，你好你好，哎，终于来了，欢迎，小帮手来哟，欢迎。我系刘坤松啊，种个葡萄青螺丝。葡萄专家刘坤松，32年前接下阿爸刘春耀的高人，阿爸啊，喺台湾种葡萄改造经验，1995年。得到全国头名的光荣诶！第一摆失败下，看到诶国际名誉 MOA 自然农法，就全部改用有机栽培来帮果树行较空间。刘坤雄完全都唔插有唔有名，因为是爱同葡萄品质做好，了就会给负责任的态度。我爱天数忙个咯，爱咯，阿来个天捡葡萄呀，捡葡萄，系啊，天捡葡萄诶。按到葡萄应该会见啊！你要跟阿刘先做一个记号落去，哦，你表示讲你种阿都好见嘞，好，你风湿带因为人较专业呗，阿你做好落去大概都对哦，你阿个好见嘞，唔好讲盲削都整着你啊嘞，好，甲品质都弄坏掉。故说一个粉色个籽就会做得见个啊！对，左手拿果实啊，这边左手拿果实，对，这边。啊，右手这边有个果饼啊，对，啊，你剪那一撮会没？对，剪落去的吼。哦，啊，再用力一点，哎，很好，做得啦，不过是百万吼，唔会啦，唔会哦，唔会啦，啊，你就做得一回生二回熟了，哦，真是嘞。
没。听说会剪刀有问题。是。左手拿果实。对。右手拿剪刀，好，给剪落去。好。哎呀，你看，天衣都按缩小嘞。哎呀。奇怪，俺种苗都，我想无几胎嘞。哎，无几胎来讲，都像按小家庭相关啊，两个小孩子都高一个以后啊，啊，十个来胎产都很多个颗粒啊，是，所以比养分比较慢。哦，而且小颗小串的话，比果实成熟更加。你说没龟胎出龟化呢？对对对。啊，你哦。啊，所以就总爱后生啊，可是他冇看不起眼，啊，斜车呢，啊，按过来总爱轻后生。真实的哦。真实的。龟甜，对，龟雄，对对。好来，等下抢石头木来。好啊好啊好啊，要忙的咩？还忙。还忙，很急。哦，那先见哦。好好好。左手先扶果实，右手拿剪刀。右手拿剪刀，起码个。有度过嘛个胎的天灾冇咯？哎呦，就像前年嘛，个秋台受损很金洋葱，全部哦。对，所以金洋葱两块，我俩个上面你看，还个架设一个防风网，有没有？哦，上面啊，哎，有庙诶呢，好有庙，最上面的庙，这个旁边都有啊。这个天灾啊，没有办法预防，人家都要想办法的。顶天嘛，我咧带太子家老老啊咧，可能有一胎也咧土地，天灾来人用的熟啊，拜托啊咧，真是很辛苦哦。对，看在哦你那么辛苦的份上，来，你还有做标签诶，剪下来。好好好好，你就慢慢剪啦。好好，我也算是练习啊。唔好啦，已经紧缩啊！哎呀，对对对，你看，一回生二回熟，你就一波剪缩突，缩也是可以的，因为来不及做记号。你看它下面其实有一个洞，对对对对，有洞啊，沙下来咯。哎，你看这边已经整个呈现黑紫黑色了啊，紫黑色，你左手哎，对，整个黑色就可以剪，哦、对。哦，对，那个有个果柄，你看你要紧剪都紧缩啊，对不对？像这个都可以了。哎，大哥很满意哦。哎，佮表皮啊，佮皮佮笋还有，有个啪啪的黑嘛，佮东西哦。佮个果粉，佮以生寄来的。一般消费者对香港佮药斑错误观念啊。一般药斑的话，佮葡萄的表面哦，会一个凝固，佮到药斑。那这个雾状的话，佮到果粉。哦，故说佮没恶做的啊。没，哎，这个力够大你就套袋了。佮甜点的啊。对，佮甜点。那一次我买葡萄砖以后，看到那拍摄的，一直撸啊撸撸撸。对对对，不错耶，该做的事了哟。哎，该好事。啊嘞哦，等下咱洗个一盘的料理也抢一身哈。我给听错位啦，给眼目的啦。民国七十年，蒋经国总统来留福的葡萄园拜访，对刘春友种的技术非常懊恼，一条树哦，跟真的吉隆市的事。民国九十八年，马英九总统。没事都留福参观过哦，啊，不能慢慢剪了嘿，那搞不稳了，你会磨坏的哦，嘿嘿嘿，你搞不稳了嘿，好，葡萄的熟食莫想去按简单，听众会细心细意读登记。我强强的剪下来，手剪刀温度好会粗成肉果。哎呦，还一滴一滴啦！香港人要来晒天，葡萄真嘅该甜该好食咯。原来啊，此年农夫下嘅葡萄要过分嘅保护，做着绑长期嘅保存时间，故说切对唔好晒天，连皮瓜分强下是哪张空间？啊，都要包装了，系。哇！按都按讲了哦，有什么？有些葡萄嘛？有啊，挑好哦，改天见葡萄的时间哦。无生意，跌下，跌下来。哦，葡萄人士，你的酒生意。无啦，哎，都好哎，看到。哦，都好。天下有一粒，我说哎，就廿米来接。哎，唔好查，妹妹，你们刚刚都有看到吧？哎，廿米哦，哎，没见的跌下来哦，这。打开了。啊，打开了，阿丽啊。你要看剪没？哦，拿去，安尼裱落去。嗯，指甲裱，你手拿到下背来，准备裱落去。哦，啊拿去。嗯，啊你剪的裱下背嘛。嘿。哦，啊你都裱落去。啊，一个大的就裱上背。一块一块块面，看安尼。哎，安尼就好个呢。安尼都粘巴去呀，粘巴去。哦。
啊浇菜哈，啊都电视机个电落去，安尼就安尼就嘛。电视机个当然就好个呢。安尼黑猫送火出去，中着上地杯嘛吼。嗯。伊都嘛搓落地啊吧。哦，够唔掉嘞。对，安尼保护起啊，透明了，表面前面。哦。啊，拍个都好乖。哦，安尼啦，安尼啦，几多唔好黏黏。哦，安尼。哦。唔讲啊，天数冇按改哟。冇简单哦，可能。啊，两面嘛，两面个酱嘛，吼，就不用落去。哎，香哦，香哦，有样，哇哟。哦。啊，你改菜哦。哦。加过一片，这边是。哦。好，安尼 Q Q 两片够吼，啊牛。哎，看看，哦，那我，哦，安尼做得了，莫扣得闲，你问你阿无，哦，安尼做得了，阿你阿咪钉拢，好，安多找一个固定，你咪不用拢去钉，钉拢去自家钉，哦，安尼，安尼，对嘛，我俩里面一千东西，嗯，来拢去，好，阿条平了板了平，哦对，哦，做得冇，这样就可以了，对对对。安尼哦，买哪去？哦，对对对，嘿，莫当做葡萄哦。哦。包装葡萄可以使用米缸，呈现出葡萄最合适的样诶。包装的手法做唔得鲁夫哦。啊，要落开嘛好，要包装啊。系啊。啊，你阿都按摩得肤质啦。安尼哦。嘿嘿，啊你阿。唔同伊好个哦。唔同伊好好啦，几高。哇，安尼就麻烦。嘿，我也唔高几好啦，哈，唔高几。选大蒜的。对，这个。好。要不要两位？哦，用两步，要卡断，用两步。哦，那我们就买大豆。哦，哎，真是这个眼力要很好哎，哎，放上去都刚刚好。拿一片，它吃的。嗯。用两步。哇。然后。磅数刚好哦，磅数，你要看磅啊，我就顶用拉不严啊。哎，这样就完成一箱。所以，安尼一箱我一多斤啊，差不多。五斤，可能。差不多呢。差不多，嗯，十箱。你干嘛箱啊？哦，这是干嘛箱？就是葡萄的控槽。哦，这切平均啊，两个咩？高哥，你记得了吼。嗯，我一眼就看，安尼唱唔错啵？唔错。先给他放。先给他放。我先给他放。先给他放这个。先给他放。这句话好像有点。乖嘞。阿母都求救啊。求救吗？有问题吗？问题很大，因为现在箱子已经满了，不过张吸饱天天。你要打开，要让人家有一个惊讶的感觉。你这样和打开，人家会觉得没有一个惊奇感。然后呢，中下中诶，你可以哈。我给我想一色啦，每种类都好诶。哇！用吗？用水？没了，没了，没。可以好，可以好。一箱吗？不过，你看，怎么好像差的有点多？你看买木石当好啊。啊。内部压卡太趴，卡太亮。啊。它下雨是用两步。过它也不用到省台湾。嘿。哦。两步短短，拿到起来没短短的。两步，一些用量很用两步。哦。然后加青姜两味，你看哦，差不多我看饱哦，四斤外440，只要再拿一小串，这样子就可以了。这个青了，这个姜两味，安尼，你看斤两，哦，准吗？够准呢。四千落去，你都爱吃咪青？奇怪，一白用是。你看人讲啊，你看啦，你讲好吧。两四百哦，好，还是我们相信。好，我讲你要称新米。啊，要称新米。要称卡太长。啊。哦，有味哦，有有那种感觉喽，有 feel 了，有 feel 了，放在隔壁是不是？一样这样子。阿磊。
呢。哦，阿你错呢。哎呦，终于对。问题特菜虫，我看一下。看俩，看特虫。再一小串，各一小串呢，清清切切呢。关键来啦。没神了，点没神，对对对。对看一下，看一下。成功哎！莫想到葡萄综合对我来讲啊，真是一太难关。我表演唔破葡萄，根本就会智力测验度嘅拼图嘛。我按你做得出事咯。做得了，做得了，啊！人家来送货咯，啊，慢慢个贴啦哈。哦，伊送货的哦。我来送货，啊，俺家里我出货的啊，啊，那十万贴无。好，冇问题，好，做冇害。好啦，啊，认真哦，认真，认真哦，认真，好，好 ，yes。因为刘太哥同太嫂要出门送货，本老主顾，个人多嘅事情啊，就搞本文燕同挨，知道有很多嘅事情要做，各种嘅铺分系社内嘅刘神汉负责搞挨。其实个人嘅各错状假哦，有问题啊，前期就错嘅啦。其实各错归何搞？同讲刘太哥哦。希望插错其中微生物，提供养分滋养奶肉。故说中系电错上到七十公分边的掌骨，还不唔提前嘅连招，无非系难事。做到到今嘛，现在退啊，出世啦，现在都三米的年纪啊，吼，咱两万三，记住接生万过三年了。大胆对阿公阿婆感谢的心情，再讲一段的故事，写作一条歌诶，听听诶，唱不一点糖。一唱歌手老阿婆熟悉的歌唱。阿婆的故事创作出跟童年的歌曲，大礼拜日晚不休十点半，人生的歌慢慢唱。头下家电视台也两三年，我眼认识的客家多客家文化，连好几多位新闻的采访技巧同歌唱，还做在田边记者出去采访，没有机会同电视后看到自家做的新闻，上位人还更幽默。要来参加客家电视台的后生评审节目，报名已经开始了。详细情形，请上客家电视台的网站查询。各自调价，请 A 卡。陈康讲哦，因为合约唔拉，希望我做的天数值一百折。佮讲伊半点钟就做的折好，佮讲我系新脚，本来一点钟的时间，哼，讲我按摩，我做不看。折定折定，生意还巧哟。耶！真好忙。啊。哎，辛苦哦，真段，哎，你厉害。送本。去睡一下，别去睡，牙齿牙齿你是葡萄病啊？牙齿你是葡萄病，我是一家拍一家打。好啊。来唔出事未？今日太子家来到人杰嘅秘密座下，今日呢会带本太子家嘅一个料理呢，就系。葡萄冰，当当。哎，那个文燕师，今天现在要做嘛个啊？葡萄冰倒落来，先倒里面系咪？系。来，来去过洗哦。差不多洗洗了，一家。是啊。一家熟。
1、2、3、4、5、6、7，都先过唔会差咯，应该没有见啦。差不多就全部的啊。对。你买个东西啊？葡萄酒啊。英雄。Super 英雄。啊。卡用卡。用暗熊啊。用尺。一尺。啊。脸皮唔多，那脸皮多哟，你穷，穷来穷花的，有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过一次嘛唔怕。过一次啊？过两次好吗？唔好。好嘞吗？哦，做对了哦。做对。来啊。按多。对啊。做对了。做对。好。也该可以送你。不怕。你蛮幽默的啊。来哦。好。几轻松嘞。年龄的病菌在其气度和葡萄大腔下，加入数罐的葡萄浆，飘出清新香艳的香味，调出一个适量新品，就会翻身嘞。哇。哦，安康到了安江。来去显示你好了哈，观众朋友。太嚣张了，这个葡萄干。而且我可以吃到它的籽。对，你吃一点点那个。嗯。要一点点那葡萄皮。一点点那葡萄皮哦。真材实料哦。真实的嘞。你忙抢去拍，爱多多红酒。你在做啥嘞？不怕啦。不怕哦。你是看，是吧？啊，你有初恋的感觉哦。初恋的感觉。木头某款款吼。嗯。哦。你种看好些。你葡萄酒安尼，茶嘛伊够香哦。香哦。对啊。对啊。你是，你是嘛？得要拿分。无啦，还真紧呢。欸，真的好香哦！这种饼啊，安尼有些把甜甜又涩涩安尼，那种酸酸，然后再加上那个酒的很甘的甘甜的感觉，欸，真值嘞呢！然后冰镇下去，哇，也香哎。葡萄冰沙加入红酒，米是咸卡无强用哦，提升到另外一只境界。难怪连来拜访的马总统啊，要想要自家做一杯本人设立的亲密的葡萄冰沙，接待迎客，这是个人工作的一部分哦。老板他们已经帮我们做好标签了，其实红色的就是已经可以摘了，对。然后在剪的，在摘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一手扶着这个果实，然后一手呢就是剪它这个唯一的这个梗这边。哦，好。对对对，然后就这样子一手扶着，以免它掉下来。好。就剪这样就好了，这样就 OK 了。好，谢谢。对，那基本上呢，因为它下面呢，它有两个洞。哦。对，所以如果要辨别它是否有成熟，除了贴红色标签之外，它其实可以看它里面的色泽。那其实如果里面色泽呢是偏比较黑紫色的，比较深黑色的黑紫色的话，其实就可以摘了。嗯 ，OK。这样子。好，那你们自己尝试看看。好，谢谢。好，不会。谢谢。啊，你敢做得啦？唔对吼，啊，你过上出事诶嘛，对没？对，这样就 OK 了。这样摘下来了。对，这样就摘下来了。好。它有的比较小的话，要找它那个梗。好。这样可以了哈。对，这样就可以了。接他贴机主人下，送人离开过后啊，开始管严整理。收听那个时间，我心情要悄悄地平静下来。好奇的可露买来逗闹热，吞接太去整理枪里，让只新的音乐到来。神吞夫子吞五千包装的葡萄整理重箱 ，for that ten， 替一毛度还能吞葡萄再进屋。沙田吞重箱的葡萄，用于屋卡的冷藏库保存。冷藏库的温度是零下四度。神吞讲啊，葡萄保存40日唔系问题，咩唔会结冰。如果普通天然液就出货了，
犹太国夫卡文彦夫妻主食，吃到像鬼厉害的样的嘞。我跟你说了，肯定快好了。哎呦喂啊！哦。各位有六十分了哦。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真够用分系四个时间点。太艰苦，无变过来哦，都会九十几，连都无得呀。讲实在啊，也许爱天白做事，菜铺乱了变做无面车了。唉，我想到在镜头面前做菜啊，真个压力很大耶。你炒嘅风菜啊，系从刘太哥嘅菜园来嘅，真真实实嘅现摘青菜。保证天然无农药，田当一都是先发的烟啊！你有几回吃到安尼的菜啊？看起来啊，我炒的风菜应该一成功哦。嗯哼。哎，好嘞。人杰上菜。来来来，来来来来。哦，安尼，安尼，米西哥吼。四个用水，用吧。够香哦。用菜好嘛？用菜啊，用菜，来来来，是是是，定来啦，是定来啦吼，是定来啦。然后是一个五谷饭嘛，系咪？五谷饭。嗯，这个菜布啦，很有味道。真的。香。好生猛啊，芳芳。你别吼，一大大厨子那样。嗯。你今天吃看 ，OK， 吃看了。好吃。你看台北你那味。你刚被喊的去都按了。嗯。那菜不洗些阿妈阿妈晒的，阿妈晒的。阿妈晒的啊。那菜不洗啊。哎呀。人家关到黑的。他一百年会处理个好的。嗯。好吃吗？好吃，好吃。嗯。排骨你知不？哦，安尼。唔怕啦。还冇见过安泰的咯。安尼啊。哦，来来来，试吹试吹，哎，那个吹冲掉嘛哈，来来来，那个去炒的哦，大家试看看，哎，加来哈，那个吹厉害哦，没有农药的哦，嗯，冇农药的哦。其实文彦的手艺唔会差呢，难怪刘太哥根本给扶持，可能大家对俺的吹普乱按捧场啊，真是很排斥哦。对感觉啊，哇，强烈这个热啊！剃头了，天一看，妈的，对，腻了，不腻了。给时间就，你心在想嘛？冇得多啦，心情动摆动暗啦，这么暗呢？啊，都真的，都感觉上都讲，哎呦，会想不开。所有原因呢，是抖音好吃的客家菜，客家食材丰富多样。唔想会出厨师阿豆发比创意过后，我变出嘛该用的料理么呢？一瓶又一瓶好食的美食，就体验我呈现问题高。品美食，谈音乐，看厨师阿豆都有厨艺，精彩内容精彩速看哦！谢谢，先讲到了尾，喊几百人家子孙，那阿良黑，下面因个条件比上司较好，因个子孙想法都代代世世传落去，我哋个生态、生存、生活、太极家个三者，一定要延续下去，哦，安尼起戆戆先做开。用心觅觅心，将将卡加你。
恭喜奥林匹克得到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七度新一世是林志同天使节目票头。客家电视台同你向下分享光荣。刘大哥啊，哎呀，我看到资料哈，讲这事件发生九年一体同的时间哦，你们不卡有不一样很多。哦，讲到你啊，都一起了十年以前啊，还买买栋新屋，哦，就在断层的水房，啊，刚好被隆起来哈，啊被挤压到，哎，原来不可浪费。啊，去长，去破坏个长度咯，用的咯。讲全岛都无啦，就是被挤压，吼，被挤到，啊，规个倾斜的，倾斜的，啊，就总啊打牌，总啊重新盖过。你讲迄新屋啊？对，新屋。差不多一多年的新屋。在三年。三年，都一根热啊热，哇，强烈这个热。哦。梯同了天一块，忙嘞都硬了分一了，因为它一顿了伊都变硬了分一了，嗯，心都不强。嗯。啊。结果邻居大概很热忱，都刚刚天门天跳过来，因为停电了，天门停了，啊跳出来啊，像啊插都放在诶一般的好玄关下关嘛，嗯，停好了，结果出来时啊插被弹到对面的那个屋檐下，就哦这个威力很得一家，那个地变隆起来，变二楼高，嗯，你看那个威力给他。啊，上到了个人讲啊，半年都上不开啊。几时解决？你的心在上吗？无法度啦，因为无法度接受啊，心情动快动暗啦，怎么安呢？啊，都真的，都感觉上都讲，哎呦，不上不开，不上不开，上不开，真上不开。当时啊，都带你去东西啊，最严重的地方走一遭回来。哦的心情就比较平稳。伊讲用那边得到，用到用那北平来啦。系啊系啊。啊，我摸嘞摸大筋，眼毛摸嘞。嘿，啊，刚刚想讲，嘿咩，可能俩老天爷吼，还给我们一个考验呐。那有下一种，该快刚好心情该好时，下落来给自己打气的，扎定个桩啦，扎定个桩。天一个很难跳上，很重新爬起来，很还有机会。好，我选择的天意很白的。我想讲，听听嘛音乐，当然安尼小了小解，心情不准嘛音乐，哎呦安尼，不准落去，规家人天天都在磨一块料。系啊。系又唔敢甲因讲话，啊像安尼。心情会一样用多啊。对呀对呀。哎，知道有葡萄的东西，你只讲硬给人吃的。我给你做葡萄酱啊，有啲葡萄乜嘅，一道东西一年会上出来嘅。对，佢是做嘅时间，单枪底下哦，一直做，我用嚟做啊。对，嗰种冇没有方法，那时候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方法，不懂，系啊，孤独嘅品种啊，很难很难跳嘅，啊，都要见啲开灰啦，见伤口，啊，去搞见研发。有啲嘅上工，有啲又看到嘅海来啊，还有文燕啊。就像文言你就行行销的部分嘛，对对啊，那就你的太太你蛮上班，像你目前来讲还是跟他摄影先带到你的身边啦，因为假日啊，好还有国定假日，你看很爽，挺多人，好啊，各个那个摄影的台湾那都必负责行销，啊，社会那都解说，导览解说，解说，啊，莫就是收银，啊，行程，哎，好哎，他老婆的讲解，做包装哎，叫人家就来包装哎，啊，各个部门不给他台湾人，不给实习的，对对实习，啊，至于他去拜给台湾这么快，嗯。还蛮给力，对啊，钱不赢，还不那不不赢高，嗯，对，看来意思是安的。阿舅，你看到爸爸妈妈安的，这时间有冇去想法？包括包括一下，你看到爸爸同妈妈安的又再次做起来了，
一定会觉得很开心，而且很有成就感。有成就感，很有成就感。你就真爱做事了。也好做事，也好做事。那那你到现在，你吃到你对这个有兴趣吗？有兴趣啊，有兴趣的吗？那个做案件的，可以维持那么久，应该也要有一点兴趣，这样做的彼此案件。其实我了解用这个白讲的，伊当爱做事了，啊，跟他读书吼，他没有把他摆在第一哦。读书无摆。啊，结巴班要顺了。今仔四无写好，不准你提红做事哦。啊，那四写好，张不你提红做事，用结果用做事来奖励你哦。那个形式都反，生人拍啥生人讲做事，那个是啊做事的，用做事来奖励。奖励伊的，你那拿钱，你买某个玩具啊，给唔咩了？给他不会做事。赏你一个除草机啊！哦，伊都听个听快来。好嘞。哎。一方面，铁建国强于一太铁同嘅上海故乡，对条开始，总算有诶见面嘅成绩，人嘅乡心啲啦，真嘅本意可以感心。刘大哥。哎，真是哦，很荣幸，就是可以认识你们。哎，做的从艺术狗位送不送不你的吗？哦，好，欢迎欢迎。不要怕世上每一天的雨，世上每一天的雨，不管还会有多少风雨，是梦已陪我欢笑和哭泣。一起守护着许下的约定，不用怕撒伤泪一天的给，撒伤泪一天的给，不要害怕真实的分离，出发胸口一定奇迹，有一天我们会在葡萄树下相遇。谢谢谢谢谢谢。哇，还在古董呢？古董啊，古董，两万年了，千万年了。对啊，阿妈面容还看没有哦？有啊有。哇呀，真的呢，几十年古董哎。阿奶奶做得水了哎。做得做得，阿奶奶做帅啊，天公五点都要整古董。啊？妈呀妈呀，你多少点？五点五点。五点。早上五点哦。又来了，阿奶哦。对对。好啦，阿奶奶该。阿奶奶做帅。哦呀，真的呢。多啊，应该算是衰嘞。好，哦，好，祝你晚安。哦，再安睡，没事，睡好，走帅。好好好好好。五点半，五点嘞，五点半。啊，没想到啊，那个体验名嘞，一年了，真是还有些把甜哦。其实呢，该叫么安嘞？按分析的体验一年的过程的，其实我是普通啊，你从小时候睇哦，我真是没想过，一些那个普通，你有一多一年的付出还有坚持，就像刘大哥演副卡一年啊，从种葡萄啦，还有托啦，还有制作其他相关的产品啊，全皮都是完全都没打算的，其实一种精神哦，要做的本来的好失败啊。系咪？经过一排嘅天音，我知道我一来一中意一个紫色的布衫，我相信咯，唔咩？好啦，天公你都唔掂咧，我要睡木嘅哦，大家晚安咯，快做睡哦，奶奶。刘太子该注意无卡人嘅空间，连挑连都会用油漆黄挑显大嘅，一连出油袅袅嘅挑嘅响，本来无想做木水虫嘅。说过之后，刘太哥带挨到另外一只高岩，定下按岩树错别伊复杂嘅成果，去挨要十八斤重哦。哇！刘大哥，哎，你按岩树嘅咩？嘿嘿嘿，啊，
做嘛那种某个腐蚀的标签的呀？哦，这个奇怪的，某开放哎，好、哦，某开放，所以某做卖标签，标签意思都要本人看过，那鉴定工也好证的嘛。哦，所以叫某开放，好、哦，七家鉴都错了。七家鉴哦，哎，七家鉴哈。哦，顾顺来兄，不能作弊了，不能作弊，你要考验你啊，验收。哇，这个差不了。哒啦，看啊，哇。左手托着，你啥？哦，重点的么？也不两斤哦。哇，是个哪？可以吗？有感应吗？顾兄，每一个都做得的。有这么刚好吗？因为人家一个成熟嘞，哈，都修好了，对呀，都见了，也给好啦。哦，从那都唔是拆开来，唔是拆嘅哦，直接剪就好。啊，将你挂纸头嘅绑起来安尼，哦，过行个那边已经出事啊啦，按机啊，再按按多趴咧。哦，好，对对对对 对, 對，好，要趴么是的。讲冇？有，哇，几乎全部诶，佮石神龙都已经拉白咧，做得剪咧。你做下成熟了啦。哦，经过初步的练习，我摘下来加卡熟落来。不过爱吃家判断葡萄有熟吗？心肝哦，还是有失败唔安呢。刘太哥讲，替阿爸嘅腿就开始种杨桃，虽然杨桃嘅销量冇头摆安好，不过还是坚持经营下去。你阿爸留落来杨桃嘅，哈？真嘅呢？真嘅。60年嘞哦。哎，60年哦。就一条。来，你看一条，太条冇？哇，青太条呢？哎呀，多大人啊？起码太条的毛啊，也超60年嘅。60年，哇！你到阿爸传落来，好，我系第二胎。你看啊，很照顾安好呢，真是冇简单哦。对，因为佢都用有机嘅在管理啊，所以佢真健康。就啊，赶快输过，唔讲输作个规定呢，啊，吉得啊脱胎，脱胎了就唔会污染佢。顾顺公也可以买个品种啊，条花叫个名贵虫诶，蜜丝软质杨桃。蜜丝软质杨桃。对对对，啊，你啊种啊品种哦，两市面上全无咧。哦。对，一般机会都系马来种，好，你种给你啊，给你啊没有粗纤维，很细嫩。嗯。啊，那个马来种的话哈，你看比较粗纤维，有没有？纤维比较粗。哦。很明显咧。辨别好，你看得低啊。对啊。你看马来种啊。够光滑，对对，光滑啊！这个你看它纤维很粗哈，啊，这个是看相较好，看相较好，色路也较好色，哎呦，对，要么做的色料，要什么的？要什么？啊对，马给我开始，差不多双十节哦，你是这个宰蟑螂的用头，记者误导了，一个妈妈的杨桃吃了会肾脏病，是肾脏病的人不是用头。大概粉末导致有肾脏病跟严重的是用途，因为它假哈，它含钾量高，对，要给灯多讲哎。哦，而不是说就是不能，就是吃杨桃会变成有肾脏病，那两个是差很多的。对对，天和地。大姐，哎，你做嘛呀？你要打葡萄果酱啊，打天粥啦。哦。刚刚比我好身体啊，你俩好几多呢？对啊。昨日班、失败日、看发展，还有么个好搞的嘞？哎，总算比爱便宜囤量的哦，还有青岛奖品奖金爱送本呢。各位乡亲，听错爱记得，2月24拜日按补八点，速看傻傻富贵囤量的，等了可以得太奖哦。金钱的问题先解决的话，你表面上的问题才能处理的好。这么小的一个生命，居然需要靠一个沉重的呼吸器在过生。把家门关上了，一路没有走。我是9岁，我是花完2年。参观客家天师，天师台是人家游乐园，
做主播。头一摆参观岳阳爬寒山去哦。这个松庙某就大天发报名哦。刘大哥，哎，啊，你也蛮爱来蔬果的，哎，错，哎，你啊，家里啊，无无张国的吼，啊，家蔬掉，吼，无张国迄野型，白白安尼，哎，佮生卵的嘛，无张的，啊，你很多淘汰掉，唔可能啊，啊，你敢唔会以貌取桃，系咪？对，重质不重量，吼，对，安尼安尼掰就安尼掰咩，掰一捏就断了，哈，一捏这个都断掉了，哈，冲两年都冇，哎，冲两年就冇，哈，嗯。啊！你要本身哦，嘿。好啊，冇问题哦，开始哦。还有玩。记得新成功，对啊，果实瘾不挡，记得繁殖后代，嗯，所以佮挡了，你的杨桃就淘汰了。啊。对，所以阿杰的蔬果啊，赶快进行淘汰。好，好，阿你听见没？长得这样是歪的，干嘛？啊，兄弟都可以。你的太有那个。很够水哈，很有个性哎，我呐有60年历史的老厂用途，没是养鸡品种，黑家爸留下来的经验。虽然市面上的用途主要嘅是马来西亚种，虽然民众因为媒体的影响减少食用途，无论是土用的艰辛，刘大哥还是坚持信仰，听出会传承下去。大哥，哎，佮俺们蔬果蔬菜的啊，也蛮会做物嘅啊，哎，你要套袋。因套袋上某个东方果实蝇，哦，你听我讲嘅，对对对，第一个，你安尼套上去，啊交叉，啊给它上来，啊你按顺时钟方向挪一下，哎都好，而且爆料用途啊技术哦，因为它那么小，按某些你都得拍，很可惜，哦，对，啊承包质量好嘛，好啊，包括还签名哦，它几多10月中旬日日都唔包哎，真是的呀，特别好吃哦。真是哦，对对对，腿也拉到一般。刘太哥咸丰爱爱提腿当方前面，还留下正确的意思哦。带点爱的祝福，拉上腿的，希望人体食物做得变多，好食多水。咩是养鸡用途的米丝应该买炒，要来没有种一些马来西亚种的用途，果子表面肥肥，口感比咩是养鸡用途更差一些。那个有机会买到咩是养鸡用途。大家就坐在比较一下。刘太子伫做下大店葡萄果汁，很当伊目睹，甚物具体嘅无限物嘅啊？大姐，哎，你做咩啊？我要打葡萄果酱啊，打天做啦。好，做得了吼，不用加，做得了吼。做得了。刚刚丢我四台呐，你个古劲多没有？对啊。好诶，中年诶。中年你好啦。嗯。中年都，来福州。好。听说刘太子打葡萄果酱啊，快点快点，那个香兰水要流下来啊，真见高雄的点一比哦。拿落倒。好好好。啊，留半杯我也塞。做得好。做得啦，头先我俾你看到啦。我又见阿条黑眼眉有条色。都读过诶，我见到。哇，你看那个色色。你讲吼。哇，我看那个纯紫色的。哎呀，我来水没得落去啊。哦。好，我要差不多哟。差不多。我再来吃。有机会啦。我自家吃都无好食。哎呀，先倒呢，出呢张倒落去他啦。对呀。讲吼，我说吼，哎，安尼撇波不能放伊咧。哇。他就是话你听嘛。嗯，我搞高兴啦，自家大家都好嘞，太棒了，完全都不是假头，真是的哦，这个葡萄真的太嚣张了，是甜味都好嘞。刘太子吃食果汁，今天是不是爱调整甜度过后，开始问，听出爱对爱绿叶重心，怎唔爱出货来？问店郎中，问到气泡个个就做得嘞。
运一下气。坐累了。坐累吗？我老爷哦。好好好。生意哦。哦，坐累。坐累哈。我刚才那个有点无嘞。太凶嘞。有点点晕哈。哦，大哥，要买哪位？你过来哦。第一个你要先卡到那边。哦，卡到那边。卡到那边哈。哦。他带着一把，因为俺那纯手工的啦。嗯。对。所以都唔好盯到马尾，像美观哈，这么带来后面的困扰呢。对对，然后装了差不多话呢，有呢八分嘛，嗯，你说空间空气也好，对，嗯，有些跳，也要搞得爽。领悟力哈，跳。对，啊，又是空间，又是空间，都改一下都好嘞啦。哦，因为上面还有空气哈，哎对，再一点点，最多该什么该，哦对，好。哦，很不错。因为这个速度啊，按摩这个很烫哦，吸不动。很难很好勾了，所以这个要动作要快一点。其实可以洗哦，这个我就不需要整理的资料、资料，就让你给我了。大家的手弄黑都不容易打开，等到冷却的时候，对，变成它有一个杀菌的作用。然后冷却的时候，我们就直接用冰箱底部，用冰箱底部，再变成再好食。从小碌碌的葡萄中由热干的度，记得哦，是疗服神猛孵出的鲜血结晶，浓缩成细细的干的度，坚持天然有机，出上屯最高的品质，高本派价。哎呀 ，TV 都一温暖的心意嘞。香哦，香哦，够不了啊！试试看，小小的风味，好什么？嗯。我看到这个提炼出来的、那个姜啊，吃起来绝对唔会安尼死掉，都天数。嗯，那天数那安尼咩啊？冇问题啦。比比就较少啦，我多三百块块啦。我就会看到安这样，我讲自告奋勇，我帮你，我帮你。等到葡萄姜冷过后，变于冷藏库，口感咸卡 Q， 咸卡香，做的保存咸卡 Q 哦。可能系哦，我有两年嘅表现还唔会冷，刘太哥。讲要带我去萝卜老了，当然哦，真见的好蔬菜，好山好水好风光。刘大哥，出一下来啊！对呀、啊，阿廖都系龙城断桥哦，阿廖都系关刀山大地震，关整个桥梁都就断开的啊咧，一条白黑蛤蟆鸡啊，黑火柴，火柴，而且讲条白年轻强哦，我记得用糯米做起来哦，糯米可以用来做桥啊。加贝壳把桥梁做起来，不说也蛮压的一个铁桥，压的一个铁桥嘛，已经磨到个形，磨得好诶，磨到个好嘛。哦，伊遐已经盖到个片山腰片吼，嗯，高速的电气化，啊，你看，伊遐都磨，遐还封闭着，怪可惜呢，可惜。对啊，可能就变一个，可能做火茶做的可能多，对不对？就变观光景点了。哦，龙田团桥是全台湾三线铁路最高的桥。是本人恭喜台湾铁路艺术作品，佮拢是日本人铁石岛沿国托一只砖窑复制小风船，一条桥墩模样一起铁的，一包父母奶，但且用砖呢吞石头平分，火车行过的时节有吸震的功能，故说本庙的人天作人力固执。金碧的两年参与两个阵容，感人节很热心。哎，很有那个责任心，我也真感动。学习方面，你看讲到伊擘开几多晓，学习能力很棒。哎，像朱国江嘛，一学高都晓。而且昨天晚上还做外出步了呢，你看大概是都津津有味的。希望有机会再来做做，我们大概试看。从刘福罗强下的一段时间地图，对刘太哥身后看到做一个农民的专业，从骄傲。做的皮肉出达到极极的雕吹式薄纱，还得到总统的肯定。故说，我想要送人一份电路。你好，阿将，我这位哦。哦，仁杰，仁杰，感谢你，感谢，感谢。辛苦了。好，你把张磊条条看一下嘛嘞。好啊，好啊。干嘛？侬做嘞啊？哦，李大姐。你做做嘞啊？系啊。阿娇哦，我葡萄忙忙出货嘞啊。无啦，没有天数。哈哈哈。啊。上瘾了。啊，希望伊条位葡萄嘅事业哦，做到一做一台啊，含较多人滴，还有支持。谢谢，谢谢你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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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掉眼泪耶，真的。哇！抱抱，爱的抱抱。
爱离开的，一点伤秋，莫带着任何云彩，是带着一份寥寥的感情，吞少年的伤难，亲爱的人前度留下沉沉的记忆，来捡一封人的葡萄，秋天果子之香打来，点点太家来品尝。我讲了，不是他的。慢压了，压，该压你了。好，压着，压着，压着。好，干。哦，好漂亮哦！该嫁人了，可以嫁人了哈。那你二十岁了。我而已啦。好了，那我可以等。哦，拜托 ，JJ。上课时的时间。爱花朵前青春有，马个就买一朵。结果，杀行双不归路。